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今天我们社会巡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乌七这边。那这边这一场呢，大家绝对非常的不陌生，因为对这一场绝对熟悉满满。因为每次来这边出货感都非常的满，因为台信都不难，所以都蛮容易出货的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就来这场稍微再小巡一下吧。那我们来玩一下这一台吧。这一台就是上一次我们差一点清台的那一台，有个枪位。先带一下这边。哇，那个怎么那么重？那我就这里，它的公仔都在后面，有点可惜。那这个方盒拖一下，弹，拖一下，弹，这样也行。哎、欸，它这边有个冲牙机耶。哎、欸。那这个要躺掉，那如果我抓煞波嘞？哦，煞波拖起来，它躺掉，煞波就过来了。而且煞波这一台能够吸，这一台是可以吸的。哎呀，没晃过去。像这一个应该是非常的稳了，但是我们希望把东西先带一下。起来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来吧，先出吧。稍微吃下去，吃下去，你看，超简单，因为它的难易度就不会到太高，重，哎呦，都是这个啦，但是我就先把这个带走吧，可以啦，你看。大兵绝对可以扶，哎、欸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中，放，来了。然后我希望把方盒，要不要带走？因为方盒的难易度会比较高一点。这个如果捏到一下，过去武圣那里悲悯那个滑到就下来了。好，知道。哇。接下来呢？这个过去，这个过，哎、欸，好，这样子很好，它有个斜坡，只是我比较怕这个方盒而已。还是说方盒我可以把它逆上去啊？上，因为方盒逆上去是可以无挡，但是前面蛮多障碍物的。哇，这边基本上这几个应该都是放送的。好了，那个角度比较尴尬一点，再一次，吃，太边了，嗯，太边了，太边就算太扁了。二手起，嗯，哇塞，弹，再弹。这个要走开啊！那我先把里面的东西都带出来。中了，起来放。哎，哇塞，来了！我先出这个。哦，来啊！我知道了，这边先把它拨一下，让它下来补个位，然后再勾它一下，勾一下，哇！哇塞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它是要过来啊，怎么又快要回到右边去了？先吃一下，勾，对啊。来，来，他带一个卡，没办没办。现在呢，两个，哎，逆，
逆会不会比较好？嗯，还是左右？哎，那是不是全包外丢啊？包蕾，一没有哇，凉凉，中，嘿，这个应该不难，来，中，起脱，中，起脱，直接一个。保就一次就拜拜，滑过来，来了来了，再拖，这一台就是无限的拖，无限的挡，它就一定都有进度，所以我们不能太冲动，想说过来了或跨上来了就直接攻不行，这样会失误率更大。现在我觉得把那个 QP 抓出来，挡住这个煞波的后面，重。挡的妙，刮啊啊！金价呱呱叫，一飞就进去了。你怎么这样子？哇，我的萨尔伯，哎，他来了。那这个嘞，萨尔伯，看我们能不能这个，我们再把这个出掉就好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台之前来就已经都没有在玩，很想回去玩玩看。嗯，这个至少让我再出掉这个 QP， 这样嘞，吸，它比较轻，对啊，轻松吸耶。哎，那我们不是说把它打出来就好吗？对啊。可是煞波又来了，这样左右全包，看它怎么样。刚刚这个再一次，全包不行。嗯，他就想要回去了。好，全包还是在里面。来，就这一下出来就完，还是我们玩别台？因为这台我们出了，你看这边这一圈全部都被我们打掉了，但是还有其他台，我们也很想玩玩看。那我们去玩一下其他的。嗯，来呗。六加六中。哎，你不讲我不知道呢。你看加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刚好加六哎。嗯。然后可以拿那个叫米奇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密一下台组，我们再去玩一下其他台，我们再小玩一下这一台。这一台真的我应该拍了绝对超过五次以上，因为这一台我们那个时候从一开始拍片到。后面最后面那一次拍，它的台戏依然都一样，但是今天呢，东西又比较少一点，可能难度就会高一点。哎，还好，它极致宝一样拖，但是它只是用一个这个45度的这个挡在那里，先给它刺一下，弹走，弹的位置不对啊。奥蕾，它要过来这里，我才可以拖过来。重，你看，硬要过啊！前面用那个收纳罐真的是超重啊，超重的收纳罐。所以你看我刚刚夹那一下很漂亮，它正常应该是不过去了，是因为那个收纳罐真的太重了，撞不动它。哎，这个可以把它铺平，重过来，我们直接给它飞跃。中，过，来了。哎，我要的就是这样子。嗯哼。跨上来。对啊，来。吸不动，但它这一台后旁下放。啊，没吃到，刚刚那一下一吃到就拜拜了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哎，那我这个可不可以越过啊？我们都直接把它越过就好了。啊，不行，过，没办法，
啊，现在呢？投下。过，哎呀，完了，他进去了。能不能插到底？过来。哦，这个角度也可以，隐藏有一点小重量，极致薄就好。哇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甩打就过了。先给他打一下，吸一下。还是我先把它出掉，可以啊，先出好了，但是要赶快拍，不能吃到。OK， 一个金针入手，起来拖，哎呦，那、啊、这个为什么不能过去一点？还是我可以把它带过去？是的吗？它如果过去让它是一个平台，我这样拨着拨着就出了，我们就不用在那边打那么辛苦。虽然这一台是没差，这一台台性怎么样都能打，还是我直接来。你看这一台好玩就好玩在这里，你看甩浮又有抓力又强，还能脱钩，然后又有这样子，又有打的那个，它打起来就是非常的顺。下来。下来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要，只要不要飞去最后面都不尴尬。哇，他躺平啦，躺掉啊，过来，好，很好，而且那一盒重量是有一点，虽然它不是基德，它是基德的话更重，鲁夫的也有点小重量。这爪位比较尴尬，有，哇，看来呢，吸呀，有啦，有没有进度？你看两盒，等一下我们就直接秒杀了。OK， 他只要过来都不是问题，这个角度就腻了。逆的甩幅又更大，出货几率又更高了。啊！你把它拖回去。哇，这一下我是真的傻了。尴尬。哇，刚刚要直接出嘞。哎呦！喂！还推到我的鲁夫后旁方，哎呦，喂，哦，哇，这高度有点高，对啊，这高度有点高啊，拖，哇塞，没有啦，这个饮茶的重量太尴尬啦，它的重量就是要轻不轻，要重不重。还有这个鲁夫，这个鲁夫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啊？哎，有吧？那你刚刚为什么拿错嘞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看这样进度多完美啊！咻咻咻咻。啊、哦！左右盾吃不到，吃到了，出了，吃到了，出了，有了吧？嘿，这个饮茶，我先把这个打掉。他们的公仔只要在正门都是秒杀。因为你看正门那个甩幅怎么扭，怎么拖啦？后旁下方，后旁下方来了，我不要跟你打侧边了，过去，来了，跟他拼了。好了，你就在这里了吧，他已经没作用了。接攻。对啊。啊，不然后旁
后旁，先全包，弹一下，又来了，又这个角度，真的是，这个角度太歪了，重有。太薄，哇塞，太薄不行。重，起来换，来哦，把它解掉一下。后旁重了，差一丢丢。后旁。OK， 来吧。这一下不能太少，对不对？也不能太多。这样子，剁。这很怪怪的。哇！刚刚那一下真的剁得很刚好的啊。别。我被这个饮茶真的搞死了，从右边快出晃过去正门，正门把它打去正门，正门然后又飞到右门，然后他在正门的时候那个位置真的非常的漂亮，然后我们捏的那个位置也极度的漂亮，但是就太薄，然后因为它的重量就是算微微的有点重量，但是又不是太重，我们就继续攻那一个，看有没有机会攻出来了，但是也不见得会打到宝夹，因为这一台我们那时候打了拍了那么多次，好像也只吃过一次，对不对？娜美，看会不会他是继娜美之后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，是因为松掉了吗？我也觉得它三角片是不是有点微松微松？哎，那我直接这样呢？对啊，它好像二收的那个力道有稍微变弱了一些些。脱，哎，嘿。哇塞，是不是叫我不要打那个饮茶啊？这边都枪味，有它的那感觉，那个三角片锁的那个螺丝好像开始有比较松了，因为听到哒哒哒的声音呢。你看松掉，那你为什么饮茶受不了？我也很想要问问看饮茶为什么不出来，然后我左右全包一下这个。这叫收纳罐，可以，我一直滑一直滑、啊，可不可以逆斜甩逆过来？啪，冲！我觉得会，来了，但是一定要一转。你这口饮茶，刚好凹到绝对有。哎呦呦呦！哎呀，赶快拍掉，吓死我了！有了吧？我最后小试一下这个，因为它前面那个我刚好像捏到它站着的时候好像吃不太到，但是我想要勾它的细心夹，来勾到。让我勾一次就好了，勾，哎，最后一次，这一下没勾到就不要了，因为它就算了。二手，哎，勾到，刚好勾到了吧？嘿嘿，你看这波顺了吧？我们刚刚原本饮茶喷进去的那一刻，大概夹了300。但是后面有没有一度有点想要放弃，那想说，算了，不如再拼拼看。结果你看，我们没有放弃，再继续夹的情况，三样全出。嗯，这个感觉非常不错。那我们去把今天夹的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嗯，那这次我们总共就夹这样子吧，又是两排，非常不错。因为我们每次来到这一场呢，出货感都非常的满，而且打的过程也非常的顺，不会打得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它的弹性，我觉得该有的都有，又有甩幅，又有爪力，然后挡板不是很高，然后有时候
后旁也会下放，捏保也会脱，所以我们久久呢，可能一个月是两个月，可能都会来这边一趟玩玩看。然后来了这么多次，台新依然都没有变，整体还是非常的好玩。那我们这次就夹这些吧。那我们这次要抽什么呢？就饮茶了，我也不想要看到它，从头到尾都是饮茶在乱我。那我们这次呢，就抽这盒饮茶吧。这一个应该是继萨波之后，然后又继宝夹娜美之后，让我有点难过的一盒。但是后面其实还好，一开始喷进去想说要放弃了，但是后面我们拖一下，没想到整个很顺，来前面一整排，然后就直接连出。有时候我们不放弃的时候，其实才看得到希望的光芒。差不多是这样子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抽奖就抽这一盒金正饮茶送给大家吧。那这一盒的抽奖办法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再见，拜拜。